中钢八月份合并营收是291亿元，虽然月减1.15%，但是年增却达到2.9%。随着中钢第四季钢价开始调涨，法人预估9月份将会掀起一波提货潮，而且也看好第四季在传统旺季的带动之下，中钢单季营收的获利表现可望优于第三季。